虽芊芊不舍，但愿一别两宽。这么晚了，就不要回去了。回到那漏风漏雨的偏煞，你的头又该疼了。好，我想想。那，你回去想想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待你如何，你心里清楚，无需我再多说。金玉荣他跟着你，只有吃苦受累一条路。经理说明天让我放一天假。玉荣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明天我带你出去吃。不用了，表哥，咱们别破费了，就在家吃炸酱面就行。你这手艺，以后可以开炸酱面馆了。以后的事情，谁也说不准。别太悲观嘛，你能做的事儿可多了。以你的鉴赏力，在珠宝行或玉器行，测个鉴定师也没问题的。你对身外之物的态度，是我最最欣赏的。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拿琥珀做雪人的眼睛，这事我一直都记得呢。当时我就觉得你跟那些庸人不一样。玉荣，你才是第一个给雪人安上眼睛的女孩，你也是我见过最最与众不同的女孩。咱们就这么相互吹捧吧。真香！以后我能经常吃到你做的面吧？能。表哥不早了，该去银行上班了。玉容表妹，见字如晤。汝读此信时，无以复昆仑。忆往昔，点点快乐犹新在目。与汝相识，实乃吾三生幸事。吾曾发誓，倾尽所有，与君解忧。然造化弄人，事至今日，君之忧，唯吾而已。唯吾远走，方解君忧。虽芊芊不舍，但愿一别两宽，勿念。